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依集同大家介绍一隻 Omega 一个沧海遗珠啊，阿华哥，哇，喺边度抄到呢隻嘢出嚟咧？哦，呢只旧装嘅蝶飞嘅计时啊 ，Coaso 啊，系啦，方形嘅标壳啦，钢壳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啊块面啦，都几复古喎，呢个设计，系啦，咁啊个十二吓一个大嘅交叉二。最重要就都應該停咗產㗎啦，呢只都係，同埋大家有留意佢嗰、那個十二小時嗰個計時啦，就用緊一個兩個盤式嘅指示嘅 ，OK 長短針咁去同大家顯示佢嗰個計時嘅，咁喺依度就係佢個計時嘅 pusher 啦，係啦，方形嘅。Omega 滄海遺珠啊，真係都好難揾到，出面應該都好難揾到有仲有依啲款啊！咁啊，公價幾多錢咧？64,600。好，咁啊，一定筍價啦。筍價係 OK， 咁啊，因為得1,001隻嘅，一隻啫。咁啊，係啦，咁有興趣嘅朋友就落嚟嚟槍錶行睇下實物啦。咁筍價華哥話嚇，係 OK， 揾唔到噶啦。唯一一隻 ，OK， 拜拜。